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欢迎王岩、易烊千玺。是要吃生日蛋糕啊，你们是要吃蛋糕啊，你们不是要吃蛋糕吗？要帮忙吗？谢谢谢谢，有这么大的蛋糕，这可以他啊，切蛋糕。我们再往中间推一点啊，再往中间，我来，我看，再往中间再推一点。好，其实请大家理解一下，因为我们场上那个耳机听得不是很清楚，所以在现场有的时候我们对话的时候还要这样凑进去听一下，所以刚刚他们俩一脸懵，易烊千玺什么听不到，来拿个话筒，拿个话筒，对对对，来，两位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，一个一个来嘛。大家好，我是易烊千玺。欢迎千玺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源。欢迎欢迎欢迎王源。来，兄弟今天呢带了礼物来，王岩你带了什么样的礼物？我带了这个叫尤克里里，就是像尤克里里，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吉他，就希望能够好好的唱歌，谢谢谢谢，然后唱出最好的歌声给所有粉丝，给大家听。谢谢谢谢谢谢王岩。千玺，其实我带的是一个海贼王的手办，然后他也不是路飞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挺帅的，然后希望你也可以像他一样越来越帅，然后有好的身材，长得特别特别高。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你这句话倒是讲到他心坎儿里去了，长得特别特别高。有什么话要对兄弟说吗？非常感谢，就是在生日的时候，你们两位能够抽出多余的时间来参加我的生日会。对，我知道，就是大家现在都有自己的工作很忙嘛，也非常感谢。就是这个生日会让我们三个又聚在一块儿，对，也很开心，在这样的时刻可以跟他们共享这个大蛋糕，对，谢谢谢谢，切。这样吧，我们一起来唱一个生日快乐歌，全场一起来唱一个生日快乐歌，好不好？来，三二一。谢谢，我们一起祝王俊凯生日快乐。谢谢谢谢。我觉得这段词写得特别的好，他说希望小凯永远是一颗闪耀的星，进入星海的怀抱，聚成似太阳般的模样，耀眼光芒，也相信18岁的小凯会带着初心一路前行，在星辰大海里与粉丝们一起开启新的篇章，我们也共同的期待未来小凯的